一日就係聽住呢首歌，因為我哋拍緊一個 music video， 但係呢個 music video 同以前啲嘢就都幾唔似嘅，因為我真係第一次去寫劇本啦，又第一次去寫分鏡分圖，好攰，好滑稽。咁就我都係玩翻啲大熟啲嘅歌先，等陣先，我定下經先。我都未話玩咩。殘酷但不應該，然後便呼吸最後不敵意最后。